鱼有什么推荐吗？鱼要两种鱼啊，老虎、八头鲈。哦，这个这感觉都没看到过，这个好奇怪啊。哎，我们来吃大排档了。这个是这里的特色，青椒蟹。青椒蟹，地方特色。辣炒芒果螺。辣炒芒果螺，还有我最爱的酸辣土豆丝，还有空心菜。谢谢。好了，我们要吃了。免费让您品尝点好吃的。嗯，海南的特产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山海的海藻。哇，海藻。海藻。哇。还有海姑娘小蘑菇。小蘑菇放心吃，吃完了没有小人跳舞，也没有科技，有很玩。好嘞，谢谢。客气。您这是北京人吗？啊，没有，上海。上海。这挺好吃的。好吃就对了，不好吃我骗谁的钱去。好嘞，品尝，谢谢小哥。喜欢吃找我买，谢谢。祝您用餐愉快，谢谢。来玩水世界了，直奔中心。玩这个看起来太刺激了。走吧，走。头晕了，怎么样？爽！好久没有来海边了。对，啊，特别舒心。吹海风也是好的。嗯，它这还有骑马和这种越野摩托啊什么的。哈哈。哎，这个海风真的很好。来吃晚饭了。嗯。又来到了熟悉的 edition。我们今天晚上是在。沙滩边上吃晚饭，吃烧烤啊，烧烤啊，对，海滩烧烤，减肥又忘了。上面的肉串已经是烤熟的，第二摊我是想保温的作用，温长先不是用花水翻动一下，奶色太不太明显，然后另外一个汤花生酱。好，谢谢。这是我最爱的串串。印尼风味的鸡肉串。嗯，好吃。我们的房间如果在这个里面的话，是不是很接近？好，我们来看这个亚特兰蒂斯的这个水族馆，百闻不如一见的，这是什么？鲨鱼、鸟鱼宝宝幼儿园。哦。这真的像 Baby Sharks and Baby Rays。 对， Baby Shark， 嘟嘟嘟嘟嘟，你看你看你看。这是吸盘魔鱼吗？这种就是吸在鲨鱼身上的，可以吸附在鲨鱼身上吃的那个残羹剩饭的那种。你看看这个，它像宿舍一样。对，真的，天哪，我特别想用它来刷鞋子，那像鞋刷一样，真的是感觉太奇怪了。哦，这个颜色可以。嗯，把光调暗一点。哇。这个好
这个怎么像个驴脸一样？这个好丑啊！是河豚吗？还是什么？它是扫把。是一种豚类感觉。它是扫把。扫把。这特别像壁纸一样，可以适合当那种桌面屏幕保护程序。鲨鱼卵记录，它活的还在动着。我天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它怎么可以这么蠢？这是在思考什么余生吗？还是？我天哪，一个比一个蠢，好蠢啊！怎么回事？好可爱啊！Tina， Hello， 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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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蒂娜，蒂娜，穿上了潜水服。嗯。哎，在那边。
笑